瓦迪卡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到太有趣空中教室泰语太好学的单元。好，那还记得吗？我们上一堂课我们有约束，就是我们见面的时候，当老师跟你们说"斯瓦迪卡"，你们也是要跟老师回来那一个，打招呼回来的时候，就是要说"斯瓦迪卡"或者"斯瓦迪卡"，还记得吗？好，那就是我们要打招呼，泰国人打招呼的方式。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约定，就是要下课之前，当我们要说再见的时候，我们再讲一次"สวัสดี"，"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"或者"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"，还记得吗？好的，那今天我们要来上什么课程呢？今天我们要来上泰文的数字。像中文有数字，对不对？会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泰文也是有自己的数字。那现在麻烦同学开到第十八页，有没有看到第十八页？它上面就写。这个字怎么念呢？这个字是念多叻泰。那多叻泰是什么意思呢？多叻泰，多是身体，它原本的字的意思是身体的意思，但是这边它是指字，它指是字。那叻呢？叻。这个字发音发叻，叻就是数字或者数学，它是数字或者数学也叫叻哦。数学也叫叻，所以呢，你在学数学的时候也叫你在学。累，对，好的。那"胎"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"胎"，你猜猜看，你听到它的声，那一个"胎"的声音，可以猜得出来吗？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对了，它的意思就是泰国的意思。那所以呢，"多累胎"就是泰文数字的意思。好的，首先像这一页，我们先来学零到五。那零，它的怎么念呢？零，你有没有看到第一排它就是阿拉伯数字，然后第二排它就是泰文字，然后第三排那就是用书写的，用泰文字去把它拼音出来的。上面是写数字大写，有没有看到？那就是它怎么念？好，那。第四排的话，它就是，声调怎么发音？音它是怎么发的呢？像第一个字"零零"的话，泰文的要怎么发音呢？泰文是发音是 "sun"，看老师的嘴巴哦，老师的嘴巴是圆圆的，所以这个字念 "sun"。来，再来一次哦，"sun"。很好，做得不错哦。那你有没有看到，当你发音"熟"的时候，你的声音会往上扬，像"熟"，"熟"，有没有？就像声调的那个箭头有在往上扬一样的。好，那这个"零熟"，泰文是怎么写的？你有没有看到，它写跟阿拉伯的数字一样的？阿拉伯的数字的它的零是。比较长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泰文的零的数字，它是比较圆的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偏圆的，它是完全是圆的，它是偏圆的。好，那这个字是怎么念呢？熟，来，再来一次哦，熟，
那第二个字一，你看阿拉伯是这样一个长长下来的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阿拉伯的一，阿拉伯数字的一。那泰文的阿拉伯，泰文的数字，你看它是圆圆的。那泰文的数字它怎么念呢？它叫能。来，大家跟老师一起念，一起念能能。你猜猜看，它很像台语的什么什么字呢？有没有蛋？台语的蛋也是能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你音要把它压稍微低一点，要变成能能，有没有？你发音的时候有没有跟那个声调的符号一样的？箭头是先往下，再把声音再往上扬，能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再来发一次哦，能。嗯，很好。当你想到泰文数字的一的时候，你就想到台语的蛋，就是能。嗯哼，那泰文的一的数字它是怎么写呢？记得哦，泰文的泰文字一个字是笔画，是一个笔画而已，所以呢一次要写到底。好的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一？它是圆圆，那那么多圆圆，它是要怎么从哪里先开始呢？先从它的中间的那个圆先开始，就是这样子，先中间的圆画一个圆，然后再下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那麻烦那个小朋友先带个准备纸跟笔。那如果是没有纸或者没有笔的小朋友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用手指头那一个练习写看看。好的，那能呢是怎么写呢？再来一次哦，能是从中间的圆圆圈圈的先画一个顺时钟的方向，然后再画一个圆，但是不要把它关起来哦，这就是泰文的能。来，再发一次，能，嗯，很棒。那二呢？阿拉伯数字的二长得弯弯的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泰文的二，它的发音是怎么发音呢？爽，爽，爽，嘴巴要大起来哦，爽，嗯，很棒。那爽怎么写呢？爽是从圆圈圈一样的，从圆圈圈开始一圈就好了。嗯，有没有看到？稍微有一点难，因为它比较长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再来练习一次。来，我们是从圆圈开始哦，它一个笔画写到底哦。来，圆上去，先下来一个尖尖。然后它的底部是类似有角，有没有？是这样子上去，再来一次哦。这个字念爽，爽，爽，嗯，很棒。那第三呢？三，泰文念三。看老师的嘴巴哦，刚才爽我们是嘴巴大大的，爽，来发音是爽，嗯，那这一次三我们是念三，三，有没有看到三？嘴巴是闭起来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再来看你跟老师跟着念一次哦，三，有没有看到老师的嘴巴？老师嘴唇是闭起来的，三，三，对，好，那三就是三。泰文的三怎么写呢？泰文的三一样，你看到圆圈圈，你是从圆圈圈开始写，好。但是这个从这张图片你有看到，三就是它上它的圆圈圈在哪里？对，它圆圈圈是在下面的，所以呢，它的从圆圈圈开始写，圆圈圈往上下来，
来，再来，再来一次哦。从圆圈圈往，不好意思，那有一点跑掉了。老师再教你写，再写一次哦。从圆圈圈开始往上，然后你看它有，它上面有一点点的尖尖的，来再下来，再来一次哦。圆圈圈往上，中间会有一点点尖尖下来，再有一个，有没有看到？它跟二也是有尖尖的垂下来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认识哪一个字了？损是零，零就是损，零，对，怂，三，接下来第四字是，那是，中文是念是，泰文是念是，是，对了，发音跟那个你喜欢的那个喜，欢喜的那个喜一样的，所以呢，你可以联想。哦，原来喜就是泰文的是，好，再发一次哦，喜，喜，嗯，很棒。那泰文的是怎么写呢？泰文的是，好，泰文的是也是一样。你有看到圆圈圈了吗？嗯，对，圆圈圈在哪里？圆圈圈在它的中间。那它的那个长得那么奇怪，那怎么写呢？好，那它就是从圆圈圈开始，但是这一次它是逆时钟的，因为什么呢？那圆圈圈怎么写？写顺时钟还是逆时钟？怎么判断呢？你可以看看，就是如果是它的线条是往顺时钟的方向的话。那你就是圆圈圈要往顺时钟，像二，你有没有看到二？它的下一个线条它是往顺时钟的，所以呢，你就是要顺时钟的。三也是一样，三它的圆圈圈也是顺时钟的，所以呢，它就是要写顺时钟的方向。但是四就是不一样咯，喜就不一样了。喜的部分呢，喜它就是要逆时钟哦。所以呢，你看它就是要逆时钟下来，这样子跟得上吗？好，笔还是在上面哦，先不要把它拿起来哦，然后再往左边那边再上去，这样子跟得上吗？我们再来一次哦。好，圆圈圈先写对不对？那是因为它的线条是往逆时钟的方向，它是往左边那边转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要逆时钟的方向。好，我们先来写圆圈圈，从圆圈圈，好，有没有？下来，先停顿一下，然后就往左手边上去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再写一次，圆圈圈。逆时钟的方向下来，停顿，然后再往左手边上去，这样子，这就是泰国的喜。喜是什么意思呢？对，喜就是是上去，然后但是上面它还有另外一个圆圈圈呢，怎么写呢？再把它再画逆时钟的一个圆圈圈上来，这样子。会吗？好，没关系，稍微有一点难，那我们再来重写一次哦。中间的，好，中间的，画一个圈圈，逆时钟方向，到下面，往左边，上去，画个圆圈，这样子。那五泰文怎么说呢？哈，哈，好，那这样子我们来念一次好不好？来，损，损，
来看老师的嘴巴哦。0，很好。1，1。当你讲1的时候，你的这边，你的脖子这两侧会有一点用力，因为它会有一个鼻腔的音。来，大家来试试看，1，1。它这边会有一个共鸣的音。好，1，好。2，2。来，嘴巴要大哦。2，那3呢？3，嘴巴也很大哦。3，但是记得哦，3讲的时候，它的尾音你要把它收起来。讲完的发音发完了，嘴巴要闭起来哦，变成3，很好，再一次，3，好的，那接下来4，很棒。那哈呢？5就是哈，5哈，嘴巴很大哦，哈。那你有没有看到哈5？它的音很像什么呢？如果是你家里有泰国的，你有泰国的朋友，当你那个在跟他用网络视讯在聊天的时候，泰国人他在聊天的时候他留言，他很喜欢留言555，那这个简写是什么呢？你来念一下哦。如果是念把它发成泰文呢，五就是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555是什么呢？哈哈哈，但是声音很像什么？哈哈哈，声音就是很像你在笑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当你跟那个泰国人聊天，那一个用 LINE 聊天的时候，如果你看到人家会写很多很多五呢，就是代表那件事情很好笑，因为他在笑，他就是用五来代替笑声，哈哈哈哈。如果他后面还有一个加符号的话，那就是代表那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好笑，他笑得不停哦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认识这6个字，我们先来再念一次哦。那0，来，0，1，1，2，2，3，很好，3，嘴巴闭起来哦，4，5，很棒。那接下来我们的数字不只是这个6个数字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一个剩下的数字6到10。那麻烦同学学生那个转到翻到第30页。好，第30页呢，一样我们还是在多叻泰泰文数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好，那从刚才我们已经认识了0到5，0到5，那现在我们来，接下来我们再认识6。那6泰文是怎么说呢？6阿拉伯数字是这样子圆圆的，对不对？6泰文念 6。 来，嘴巴有没有看到老师的嘴巴？ 6， 6，嘴巴老师嘴巴也是圆的，但是大大的圆哦。 6， 那你有没有看到6 6它的音很像什么呢？有没有看到就是谁会讲台语呢？台语的福气，福，对不对？也是福嘛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联想哦，原来泰文的六很像台语的福，
就是吼，有没有？那泰文的六怎么写呢？来，麻烦那个笔拿起来，准备好纸。如果没有纸跟没有笔的小朋友的话，你也可以用手指头跟着在桌上空着写的。好，来，那老师有讲过了，如果是泰文字，你看到圆圈圈，要从圆圈圈开始写。好的，那这个吼的话，它一样。然后泰国的那个泰文的那个圆圈圈，它的开始的那个有可能是顺时钟或者逆时钟，看它的下一个笔画它是往哪个方向。所以呢，你看有没有看到六？所以呢，六它接下来的话它是往左边的，所以呢它要写逆时钟的圆圈圈。好的，它就是逆时钟的圆圈圈。好了哈。然后往下面画另外一个大的圆圈圈，但是没有把它关起来哦。然后把停顿往上面上去，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老师有讲过了，泰文的字，它是一个笔画而已哦。虽然你看到它弯来弯去，但是它还是只有一个笔画。有没有看到？老师写的时候，老师都没有把笔拿起来的。我们再来一次哦。从圆圈圈开始，逆时钟往下画圆，这样子有没有停顿？往上，这就是吼六，来吼。写的时候嘴巴记得跟着发音吼，来写的时候吼，这样子圆圈圈往上。你们可以多练习写几次，好。那吼六，接下来就是七，七，七泰文怎么念呢？七泰文是念 jet jet。 再来一次哦，这个音，因为这个音中文没有，所以呢有可能是对华人会比较困难一点，但是如果你常复习的话，你也可以发得很标准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念，来 jet。再来一次哦 ，jet， 有没有看到老师的嘴巴？老师的嘴型 ，jet， 老师那个嘴巴没有闭起来，但是也没有把张得很大，没有打得很开，就是扁扁的 ，jet，jet， 因为它是用舌头和牙齿的那个缝隙的那个发音出来 ，jet。好，那 jet 七泰文是怎么写呢？它又有圆圈圈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看到七跟三？七跟三是很像的。所以呢，七跟三是有点像。刚才我们有学过三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次我们学七的，我们写七的时候就会比较简单咯。那刚才还记得吗？三是怎么写呢？一样，从圆圈圈开始写。好的，它的圆圈圈在哪里？它圆圈圈在下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因为它接下来的那个线是往上，所以呢这一次圆会顺时钟。好，上去会有一个尖尖的线垂下来，到三的话就是到这里，对不对？但七不是，七它还有另外一个长长的尾巴，那所以呢七要上去，三的话就没有尾巴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记得哦，它全部都是要一个笔画哦。有没有看到老师就把它停顿，但是老师的笔没有拿起来哦。再来一次，来 jet。jet 怎么写呢 ？jet 是圆圈圈，上去，下来，停顿，然后它的尾巴再弯曲曲上去，这样子，这个字念 jet。 来，边写手动，嘴巴讲 jet。 好，我们再写一次哦。圆圈圈，上去，尖尖，下来。然后再尾巴
上去。好，那这个字念 Z， 对，答对了。那八呢？八，八，泰文怎么说呢？泰文是念 bad。 来看着老师的嘴巴，先把嘴巴闭起来，然后再发音 bad bad bad。 老师知道这个音对华人的话有一点，也是有一点困难，那我们再来发一次哦，好不好？ bad， 嘴巴先闭起来，然后从嘴唇这边把音发出来 bad。 很好，来再来一次 bad。 好，那bad 八泰文怎么写呢？你有没有看到它又有圆圈圈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它的圆圈圈，它的圆圈圈在哪里？它的圆圈圈在右边的中间。好的，那所以那怎么写呢？它也是一样，是顺时钟的，下来停顿，停顿好了，它又往右边。但是你要往右边的时候，不是平平的过去，你上面还是要上来一点点，这样子。刚才我们有学过四，对不对？四是逆时钟，然后往右边的时候是平平的上去，对不对？但是八不是哦，八是顺时钟，八是顺时钟下来。如果是这个边是这一行的话，它是在中间下来，然后它往左边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点上坡下来，这样子。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再写一次哦，这个字怎么念呢？这个字是念 bad。 再来一次哦， bad。 很好，那我们再练习写一次。我们是圆圈圈，顺着时钟到下面来，然后往左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上坡，在老师这个字坡不够陡，所以呢再重写一次哦，好不好？来，手指头或者笔跟着运写哦。好，来中间这边两条线在中间，好，到下面来，往左边，但是不是平平的，要上去，然后再弯曲曲，这样子，这个念 bad。 好，好的 bad， OK。 好，那我们下一个，那九呢？九，阿拉伯数字的圆圆下来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泰文的九有没有看到？哇，它的弯曲好多，对不对？那要怎么从哪里先开始写呢？一样的，看到圆，先从圆开始。好，九，如果是一行的话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九是要从下面先开始，圆圈圈，你不要到底哦，再稍微的线在上面一点点，因为它的下一个顺序是从往右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它要顺时钟方向。好，下来了，上去到顶哦，往下面再回去，然后会有一个尾巴，这样子。好，稍微有一点难，但是那一个如果你是认真的，很认真的练习的话，你可以做得到的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，全部都是要一笔画。好，从圆圈往下面到顶，拉到最斜，拉到最下面，再往上去回去，然后拉到一半，然后有一个耳朵尾巴。哈，这个老师有可能写的不太漂亮，我们再重写一次。来，圆圈圈斜下来，然后再有尾巴上去。好，我们再写一次哦，圆圈圈
到斜面，斜下来。扒上去，好，那我们最后一个字，最后一个字是念 sip sip， 再来一次哦 sip， 念 sip 的时候十 sip， 有没有看到老师的嘴唇？老师的嘴唇发完音，嘴巴要闭起来，闭得很紧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发十泰文的十，发成 si si。这样子是不对的哦，你讲的时候嘴那个发完音，嘴巴要闭起来，音才会发得很标准哦。再来一次 sip sip， 再来一次哦 sip， 嗯，很好。那 sip 是十字是要怎么写呢？它就是一跟零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泰文它也是一样，泰文的组合也是一样，一样是一。刚才我们有学过了一怎么写呢？就是先顺时钟在中间画一个圈下来，然后零是圆圆的一个圆，所以它就是十。好，再练习一次哦，顺时钟画个圆圈圈，然后画一个零是圆的，有没有？好的。那今天我们有学过一到十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宣布我们来念，来试试看。那我们要数数字的话，我们要怎么数呢？我们大家一起数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一是1 1 2 2 3 3 4 4 57 8 8 9 9 10 10 好的，好。那像这个有没有看到？先从这张图片的话，你有看到上面会有一只猫咪啊，对不对？那泰文一只猫怎么说呢？泰文一只猫，当你运用一的时候，因为泰文的文法跟中文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中文是一只猫，中文是写一只猫的，对不对？一只猫，但是泰文的话，一是在中间哦，它就变成猫一只。当念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它跟的？这是中文的，中文是一只猫，这是泰文的讲法的时候就变成猫一只。那猫一只泰文这是怎么说呢？是猫能多能，有没有听到能能就是一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还再来复习一次那一个一到十好不好？我们来先念一到十，
来，再来一次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有没有看到里面有玉米？那玉米有几个呢？我们来数数看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数数看，玉米真的有十个吗？我们来验收看看。来，玉米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嗯，图片真的没有骗我们哦，玉米里面真的是有十个，没有错哦。好。那小朋友，你有没有看到你们的课本里面的第19页？他那个这边可以练习写字，所以呢，那个如果回去的时候，你可以多多练习写第19页跟第31页，你可以把它练习写数字0到10。好的，那今天。我们的课程就先到这里。那个，我们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要下课之前要跟老师说再见。如果说在那个说再见的时候，就是再讲一次斯瓦蒂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记得回去要练习那个念一念，写一写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下次见，斯瓦蒂卡，拜拜。